各位亲爱的观众，我们又要演奏俄罗斯音乐了。在19世纪，欧洲的浪漫主义音乐产生了民族乐派。那么在欧洲有许多民族乐派，你比如说有捷克的民族乐派，你比如说像德沃夏斯涅塔纳，你比如说像挪威的格林格，像芬兰的西贝柳斯，像俄罗斯的五人成立集团，巨鱼巴拉基涅夫、鲍罗宾、摩索尔斯基、格林斯基和萨科夫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演奏的这首作品呢，是鲍罗宾的亚历山大，鲍罗宾的一首作品，它是其中的一个歌剧，这个作品叫达达舞曲。大家都知道，在咱们中国古代的时候啊，把少数民族称之为叫达达啊。那么我们在这里一般说达达，一般都是说中亚地区的这个民族。鲍罗宾他写的这部歌剧的名字叫《伊戈尔王》，这个作品，这个达达舞曲这个作品又被誉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交响乐之一。那么鲍罗宾还有一个作品，他的名字叫《在中亚西亚草原上》，他的很多的作品都是描写了中亚地区的民族这样一种风格。你比如说像这个作品《达达舞曲》，一开始啊，描写了中亚地区的那种神秘、那种空灵，有一种忧伤的感觉。交响乐《达达舞曲》献给各位，希望大家能喜欢，谢谢。